小可爱呢，就是绝对是大家的小帮手咯。好，它有白色，然后我身上穿的是黑色，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瘦，然后里面一样有罩杯，然后一体成型的罩杯。这个料子啊，它算是冰丝螺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冰丝螺纹，然后纹路非常漂亮，然后肩带都是高弹，然后它胸这边有做一点小抓皱，就是希望大家的胸型可以好看一些些。像妞儿现在有穿黑色在身上，这边你要就是拆或是多加垫子都很 OK， 黑色就是最瘦最瘦，穿起来就感觉哇天啊，我怎么身材又再小一阶的感觉。那它是比较短版的，但是它其实就小可爱，所以它短版正常的。然后灰色我蛮大推的，因为我觉得夏天开始会有很多就是黑色的裤子啊，黑色的衣服或者是透肤的衣服，然后我觉得就很适合搭这种灰色在里面。然后这一件呢、啊、它包覆性比较够，所以上围比较小一点点，所以在买这件的时候你可能要看一下你的上围。